我的天哪，连原神都得用加速器了。只有出现下载资源中这个进度条，才可以正式进入游戏。以前不需要加速器也可以，现在如果不用加速器，不能出现这个下载条，也就不能进入游戏。估计这是和最近一次原神大更新是有关系的。我现在用的是国行 PS5 光驱版，登录的港服。看来以后越来越多的在线游戏都得需要加速了。现在这个下载资源中并不是从索尼 PSN 服务器上下载，而是从原神的海外服务器上面下载，所以说我们在国内的网络是无法访问到这些资源的。现在下载已经完成，像 COD 19和20也是这个道理。最后这一步的下载是不能够访问得到的，即便是单机也不行。如果你喜欢原神，可以登录国服 PSN 商店下载国服的原神，这是 4K 画质的原神。